谢谢，那个非常高兴今天可以这个在
全世界比较牛逼的这个天际线下面给大家表演我们的音乐。很高兴也受到这个野格的这个推荐，我们可以来这里演出。谢谢今天到场的所有的观众，谢谢你们。
想象的变调还没死完，
是写日记记录每一个情绪，记录你离开之后的每一次呼吸。你曾是我想用一辈子去珍贵的人啊，曾想拥有和你一样的翱翔的翅膀。小姐姐跳得很高，你好你好。那个我也是上海人，对，然后其实我们都是上海人啊，然后但是他们跟我这个其实从小成长的环境可能不太一样，我们也没有仔细了解过啊。那个我反正从小是长在这个河边的，不是黄浦江，是苏州河。那个所以我小时候呢，大概是上小学以前吧，记忆不是太清楚了。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很喜欢在河边看船，就那种驳船，你知道，就是刚刚你们能听到的咚咚咚咚咚咚那种船。那个时候苏州河上也跑那个船，现在好像不跑了。苏州河上那时候也跑这个船，然后运着煤啊什么东西的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跑来跑去。那是我也为数不多的休息时光中的比较少数的爱好，就是可以放松自己。当然具体为什么我要去看这些船我记不得了，可能是因为那个年代娱乐比较匮乏，不像现在大家可以在这么好的广场上看音乐节，还是比较幸福的。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抓住身边的美好，怎么说呢，珍惜已有的幸福。下面这首歌叫光临 Fluorescene， 希望大家喜欢。Fluorescene， 你离开。
掌声，听懂听懂掌声。那个，我们下面这首歌就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了。非常高兴，还是非常高兴今天可以来这个黄浦江边和大家见面。希望以后有机会，更多的可以来到这样的现场和这样的你们，看到这样的你们。好，下面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。窗口，你爱的铃铛花，我每天都
十秒绿灯，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音乐可以搜索我们的微博和网易云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老绿Thank you.